啊，各位好，今天来跟各位分享一款游戏叫《Bread Bounce》哦。那这一款游戏今天来跟各位分享 PVP 系统。那 PVP 我们直接点进来这个画面，你会看到这样子哦。你可以看到三个游戏的玩家，就是让你选择，你可以要不要挑战。那各位看到哦，就三只角色哦，两只是绿的哦。然后还有一只红的哦，红的你就不要挑战了哦，你一定打输的哦。那这一个绿的你就随机哦可以挑战，比如说我们下来看一下，我们开始挑战中间这一只好了，难度比较低一点哦，因为它那攻击量、血量以及这个最下面那一个应该是能量吧，还是怎样，我也不知道。哦，我们来看一下哦，直接点进来这一只哦，那。还是那句话哦，你可以稍微看一下这一只敌人的这一个哦，你看他的装备，你可以稍微看一下哦。你点进去他，你看他都穿火属性的哦。那火属性的你就是要用这一个火属性什么什么克火属性水嘛？那你就想一下，哎呀，全部都火，那我们就用水哦，水属性。那我们看一下有没有水属性的衣服嘛？哎，好像有一件呢。哦，那因为差距相差太大哦，我们稍微注意一下，我们来看一下这一只哦，它是什么？看一下，点进去，哎呦，它是水的。那我们，金，看一下有没有金。哇，攻击力那么低哦，哎，好，没关系哦。活的就活的，我没水，看一下有没有水我们来强化一下，好不好？我们来强化一下，那强化解哦。啊，强化一下。他这样90而已啊，没办法哦，因为他有一些装备就是这样子。好，可以进化哦，可以看一下哦。它可以进化哦，进化要这个哈，要这个石头哈，那这个石头就是要去打任务哈。啊，算了啦，反正我们直接来，我们直接来看一下哦。诶，他要换角色了，那没关系。哎呦，这一只比较综合一点，哦，那没关系哦。我们直接来打哦。OK 啦，OK 啦，还好啦。我们再来 K 这一只哦。直接砍啦，然后就直接打给各位看哦。这个要先招出来哦，然后技能就一直放哦。这样就赢了哦，反正你就是尽量去挑那种攻击力比你低的啦，好不好？然后这个也没有什么反击啊，然后那个格挡啊什么好像都没有，所以这个 PVP 游戏说实在讲，应该我觉得还可以，然后领取奖励哦。哦，赌的，应该可以克他。我赌的蛮多的，打一场哦，再打一场哦。精灵先招，先按就对了。他有时候会闪哦，你别戏啊，又招那力气。
大概是安尼哦，你这 PVP 还好啦，我是刚啊，当然就是我们先玩看看没，就试玩嘛。哦，那大概这个是 PVP 的一个介绍哦。那喜欢的你就按赞哦，留言加分享哦，有什么问题都可以分享，或者是你们有什么哦想要让我们试玩的游戏，我们再尽量来试玩哦。那以上，感谢。